大家好，我们是微音四姐妹，我们是大姐哲子。二妹快说话啊，二妹。对不起，你知道刚刚才那个人一家开始，因为晚上调家快速度，然后晚下调四姐妹速度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要强调的，对不起，大家给时间大家哦。最近好忙啊，霸气的巧妈最可爱啊，自己也很喜欢巧妈哦。你在哪？哥哥快点出来，哥哥在找你。子弟弟，赶快给泽子姐姐出来哦！你再躲起来，这样就不乖乖哦，泽子姐姐会讨厌你哦。人家的铁杆都要坏掉了，可是泽子姐姐还不出来，太调皮了。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，我已经很一段时间没有玩了，我在旁边会想睡觉。那你就去睡呀、你干嘛要在这边逞强呢？大家又不喜欢听你的声音。真的吗？那我去睡了哦。可是我去睡了，你也会睡着啊。怎么会？好像很难欸，能不能做好一点啊？可是很难讲。可是有人说他比较喜欢哲平欸，你要怎么办？因为说人是讨厌人家，人家最近还以为说妈妈被你喜欢哥哥。你不要哭啦，苏娃不是故意的。可是人家本来以为苏娃喜欢人家很开心啊。可是苏娃也没有讨厌你啊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说他比较喜欢哲平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比较喜欢我啊，我本来就比较厉害吗？熟啦，你看看你把折子弄哭了，你要怎么办？Hello， 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哲平。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，那个 Wild Force 有多嗨了。真的很抱歉，好不好？我原本昨天没有想要，我原本有保留一些声音啦，可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起床的声音就变这样了，好不好？让大家难过失望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，我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声音那么像机器战警，那个 I will be back， 没有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反正昨天就真的嗨嗨，好不好？然后昨天就是那边嗨嗨嗨，然后那边yo 19887，然后全部那边喊，然后就。折纸吗？
出不来了，折纸出不来了，折纸出不来了。对啊，要把辣椒关掉了。然后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 KTYM 第二期第一场折屏场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开始哦。我把辣椒关掉啦 ，Let's 关掉。好，关掉了，所以大家查不到辣椒了哦。你查不到。Let's happy good night， 好不好？啊！你折纸的，你折纸的，都兴奋了，好可爱哦！哇，还有猫哥妈妈，哇！哎、欸，真的好棒哦！我想说，奇怪，怎么会没有我们嘞？